啲槍咪對住香港人㗎，佢哋爭取民主自由五大訴求，冇一個係港獨，冇一個係分裂國家。嗯，好嘢，點解你哋攞槍嚟對住佢啊？屌佢啊！揸槍嗰個，冇冇屌，講道理，大家講道理。講道理。阿四係好斯文嘅香港人嚟㗎，我係新移民，我打到香港好，我千辛萬苦過嚟㗎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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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分裂國家，呢個就係鬧市民嗰個啊！終於你下聲明，一國兩制，賦予香港人有行使威權力，但係依家佢乜都唔俾，所有啲嘢都唔俾，出嚟就打，出嚟就攞胡椒噴布，出嚟就開槍，呢個係警察治港，黑社會治港，共產黨治港。呢個鬧得好，睇住佢鬧啊！係啊，我頭先就講多次。香港好，我先過嚟香港噶，係千辛萬苦過嚟噶。點解你哋喺香港一啲都唔珍惜香港咧？嗱，啲示威者學生出嚟爭取民主自由，五大訴求喎、哦，佢哋有咩錯啫？佢你錯你拉佢，你都唔可以打佢啦嘛？使咩成日打到咁樣咧？你答我啦，佢哋咪話你好識鬧人嘅咩？你答我啦，講道理啊嘛，係咪先？你答我啦，五大訴求邊條有講道？啊，呢位阿 Sir， 你答我啦，五大訴求邊有講道？邊有分裂國家？點解中央電視台話香港人講道分裂國家？講民族主義，攞愛國嚟搞分裂香港同大陸同14億中國人？你仲唔明啊？你哋唔知啊？你哋甘願咁樣同佢哋做，同佢做走狗啊！梗係啦，你哋香港人出糧嘛，幫香港人啊嘛。英治國家有遊行示威，差佬企喺遊行示威人嗰邊反政府，點解你哋啊？五大紀律部隊四個出嚟反你哋啊？全啲香港人反緊你哋。海關啊、入境啊、消防啊、公務員啊、大律師公會，邊個唔出嚟反你哋啊？翻去瞓覺，慢慢諗下，我有冇講錯咗？我唔鬧你哋，同你哋講道理，有冇講錯咗先？成日聽人哋聽共產黨 CCTV 係講到宣傳分裂國家、搞港獨，邊個搞港獨啊？都是想好的嘛，誰想不好啊？那你們喜不喜歡去大陸申請大陸入大陸，你們誰喜歡？你去吧，你在這裡做警察，你多幸福啊，你不知道 多細收收你的福啊，大陸的公安啊，好像你們這樣啊，懂這麼多東西，回去全部收拾福死了，跟你說啊，我自己家裡人全部都是做這些事啊，法院啊、公安啊嗰種噶，我最清楚，我由細到大，我老豆劏我去邊度，鬼個咩法院睇到噶，同你講啊！哇，咁多人，真係唔得啦！咩啊？你買啲槍咩啊？真係，我咁樣講冇啦。我講有道理啊！我唔知幾時又係講道理，我哋幾時分裂嘅國家？香港人係最愛國噶。四川地震、華東水災，全部都是香港人捐錢的。點解今時今日香港人投你啲搞成咁樣咧？香港人係全世界第一嘅人，呢個族群，質素最高嘅族群。點解香港警察，你同香港人搞成咁樣咧？反你哋係咩人啊？學士、博士、碩士、公務員、大律師公會精英，點解反你哋？没事啊。
走啦你哋啊！咩事？咁你都要大班啲。喂，走啦！你知大班冇嘢，你知大龍買嘅又合成二本。喂，走啦！喂，真係冇假係咪先？冇所謂㗎，你叫我，我即係生得唔差㗎。啊，生財叫我高高大大啲嚟，你就説話啦。冇所謂㗎，我講真心説話，我唔鬧人，講道理，你話係咪先？我咁遠咁辛苦，我都嚟過嚟香港。你哋香港出世，點解唔受啲歧視？點解民主自由都唔要呢？雙普選都唔要呢？啊！一國兩制、中英聯合聲明，都係我哋噶，我哋有份噶。啊！你召我啦，冇所謂，我歡迎你召我。啊！我唔係醜八怪，唔驚你召噶，你中意召就召。我言論自由，我中意講，但我唔鬧你，我講道理啫。米國中米關係法啊，通過人權法，你哋咧有份噶，有份噶，唔好咁惡，阿 Sir， 咪但唔好咁惡，做女人更加要斯文啲。香港啲男仔都好斯文噶，唔知話我就唔係中意過嚟香港嫁嚟香港啦。香港人好好噶，佢講啦，佢就係貴出糧。係。我希望你哋都係斯文人，唔好咁野蠻講嘢，同香港市民嗌交，冇意思㗎。紀律部隊點會同香港市民嗌交呢？你有道理，你咪企過嚟同我講咯，係咪先？我都話我唔驚㗎咧，高高大大喺度，堂堂正正做人，唔驚你照㗎。我唔做壞事，我遵守法律，你知你中意點樣點樣咯，冇所謂㗎。我五年前都鬧過你三百幾個人。我好喜歡香港，好愛香港，說真的。但今時今日這個樣子，我來到香港，我最喜歡就是香港警察，好好的。我問路，他帶我，我不懂說的普通話，他帶我去我找過的地方，他到不到他會喊個同事，我很記得，我永遠記得香港警察。但是今時今日你繼續這樣下去，我們香港人，我不代表了這麼多香港人，我代表我自己，永遠不原諒你們。